这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，请到世界出名的 Rem Koolhaas 建筑师来设计。Rem Koolhaas 是普利兹特克奖的得主，是全世界有真侪伊的作品。咱今仔要来去看的，就是伊安怎改造到一个制酒的工厂。这计划是由着 Prada 米兰基金会所支持。这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米兰的总领事馆哦。这去用个涂鸦，这不是台湾人做的哦，你茫乱玩哦。你饮酒所在咧办证件哦？伊是爱卖阮台湾的珍珠奶茶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米兰听讲这几年中国的移民真多，尤其是温州人。有啥物新流行的服装？温州人一下就甲你 copy 过中国买了。这边有一家很大的餐厅，袂歹款呢，后面还有花园。这个餐厅该像是日本人所经营的。真好，咱要来的所在一定到了。Foundation Plaza 的整个区域拢是。正酒厂是伫1910年建立的，中心设计的范围包括七座现存的建筑，佮着三间新起的。伊只建筑是入口，伊即栋内底有一个展览空间，佮着一间餐厅。这是图书馆的艺术。哇，这金色的呢，金色的。我想用金箔打个满满满。这有一间非常出名的光之酒吧。你们来这里准备咖啡，哇，真凉。哇，这个点唱机是几百年前的了。这间听讲是要保持了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咖啡馆的风格，比如电影《布达佩斯大饭店》的导演 Wes Anderson 所设计。我们家够真侪，迄个你要食甜点啊，要啉咖啡的时阵，咱拄啊已经餐厅的隔壁是图书馆，是吗？伊个爱食卖是卖啥物件？哇，这个就是整个区域，这模型是从着规个区域改造出来。哇，这等于是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改造。内底的空间布置嘛，会当看出来。你卖车拢真特殊，你6块钱欧元啦。真正实在是抢钱哦。你家里手机嘛，慢慢嘞。我感觉还不错，喝啦。雪克拉图。雪克拉图，它是咖啡吗？就是把它。就是咖啡有手摇跟冰块，就是一起摇手摇。我在家里手摇冰红茶就是这种做法。好，你还让我们加升级，明白？你们水果咖。咱们已经餐厅休困一下，即马开两个阁继续唱。来，即马围着来。那是大门，这排左侧这边是展览馆。这排看起来，那不是工厂，啊，就是仓库。
这个建筑物是咱差不多看到诶模型，内底应该嘛是展示空间。后壁看出个是铁轨路，啊，则有一个收费诶展览处。